牧瑶家吃饭喽！耶、yeah! ！今天吃的是牧瑶家厨房咖喱饭，以大量蔬果熬制的高汤基底，搭配独门新香料配方制成的风味咖喱，丰富多样的四种主菜，让你的味蕾大大满足。主食除了特选台南十六号米饭外，还有口感 Q 弹的斩旗乌龙面可选哟。小蛋姐嘞，夹菜喽！还有牧瑶家厨房广岛烧，盐水美国牛肉片的牛五花广岛烧，以及特选台湾猪五花肉片的猪五花广岛烧，最后再搭配上日本广岛 otahuku 宇多福酱料，嗯，口感层次丰富的日式好滋味。牧瑶家厨房用心制作，等你来享用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早早有颗粒，我讲不行，真的太热血了，太热血了！我现在整个人血脉喷到不行，喷的吗？喷脏了，整个喷脏，喷装，喷装了，喷脏了，很血脉喷装。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们看看台哥现在这个身材好不好？隐隐约约的似乎是有，哎，代言就是阿迪达斯哦哦，就是纽西兰球队的球衣，纽西兰球队出来先跳一段舞。这什么意思？他们出来都会跳一些战舞。你说纽西兰人？对，他们会跳，出来一定会跳毛利人的战舞。听我说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听我说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听说你现在内心燃起了熊熊的烈火。真的烈火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看完橄榄球以后特别的感动，我觉得这个运动应该在我们国内要再好好的再度发扬，让我想起了，比方说40年前，差不多40年前，39年前。我们这个在中正预校，在我们这个军校里面，驰骋球场获得总冠军的那个 moment， 那个 moment， 那个 moment。那么现在如果顺着你的话，对，我们把时光拉回40年前，对，现场没有一个人是活着的。对，你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，你当年打橄榄球的印象中，你自己个人最辉煌的表现，讲一两个，我们先听一下。你当年的英勇哦，不是橄榄球，什么位置做了什么？什么位置？我9号的位置，有没有？像前面的几个 scrum 这样，砰一撞上去了，我在后面这样摸着屁股，有没有？摸着8号的屁股，抬勾球 ，hooker 在前面这样勾，我就踹，然后另外对方的 half 也摸着我的屁股。然后两张挤，他妈顶，这样顶，然后很堵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哭梗，然后整个正集团这样转，不知道球在哪边，转出来，然后我上，然后球这样出来了，然后拿球正集团，我，哎，很喘，怎么办？危险了，你是擦拉一下就喘了，危险。擦拉一下这样就不行了，太危险了。我跟你讲，反正台哥呢，辛辛苦苦而且很认真哦，每天都来公司报道，打了2个礼拜去这个促成这一次的这个大会的。真的是不容易，因为有很多同学你知道吗？他们就是可能就是不好意思，但他们平常都有在练。那有道的人都已经在那边集合。要塞成这样吗？刚不是你看过？我看，塞一个感觉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再重新拍你一个背影，然后我们会上说忐忑不安这样。好。然后请你的脸这样，然后这样看，然后这样出去，然后很多同学，然后大家很开心这样，观众很开心。OK， 但是你最近好说，你说他们来几个这样子？真的不知道他们来几个，他们好像来16个。这故事从我跟着台哥大概是差不多第3年开始听他讲说他拉古比的英勇事迹，没有英勇事迹。你听我说，你呢现在试试看，跟你过去的能不能找到7个人联系？有几个我们找几个？啊，你们队名叫什么？你说你那群主叫什么？我群主叫欢乐15楼。欢乐15楼，台哥每次录音录到一半会有那种鸟叫声的，我跟你讲，叫一声的不是欢乐15楼。欢乐十五楼是那种连叫7声的，连叫30几声，就是欢乐十五。这个时间都没有事先跟人家讲，这样我都没有办法接啊。OK 啊，你看都接不了。我们就这样，我们突袭到有人接到为止。
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阿张，张哥，哎，我跟你讲一下一个事情，跟你讨论一下。你儿子那个结婚，我一定会去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一个事，我真真正正经的问你啊，你还打不打得动橄榄球？打不动了啦，不行了，走不动了。妈，真的假的？操，你以前他妈最悍的 half 呗。我想我找青蛙打，但是如果你上场，只是他妈的指导这样子。我不是要当爷爷了，他妈还是搞那个东西，我操，真丢人。不会不会，那个你听说了吧？怎么样？有没有办法来打这场橄榄球？就是能上场就上场，不能上场没关系，我们就当作是玩，上去动一动就好了，没关系。现在真的，其实大家都年纪大了，这样要去撞。哎，等一下那个橄榄球队。怎么样 ？OK 吧？操他妈！等一下，哎，我现在就要找所有的人啊，菜包啊，你啊，卵巢啊，然后金巴，对呀、啊，但是我们的连队啊，我靠！好了，那随便吧，你自己问其他人意愿吧。那就这样确定了，你 OK 了？好了 ，OK 了。哎，妈那个玩好了，好不好？拼了啦！哎，兄弟，就这样啊。OK， 好，拜了，谢了，好，拜。喂，蔡宝，哎，我们跟人家打一场橄榄球，你看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没有问题啊。真的假的？你现在打不打得动？打得动啊，我身体还好啊。志刚，哎妈，你在忙着，志刚，哎，我台弟啊。我们现在啊要打一场橄榄球，那我们就拍一集一日橄榄球员喽。我行吗？大家兄弟当然加入啊，我们原班人马。哈哈，屌！啊，拼了！可以啊，那是，时间我跟你讲。我操，那我当然是义无反顾啊。太屌了，哎，兄弟 ，OK， 拜。越来越多人耶，原本就是好奇10个人，绝对超过啊！好，再来。在去看同学们到齐之前呢、啊，我先介绍我们今天的总教练。总教练，竹围高中以及新北全运会代表队的总教练李教练。李教练。哎，教练好，教练好。刚刚像教练您这样经过的时候，大概可能浏览了一下，可能是无影的，有引到我们那几位以前我们当年的选手陆续集合的选手。对对对，你觉得有机会吗？啊，我觉得有机会。你刚吞了一口口水。哎，对，您今天是想整成一个什么样的队伍？是7人、9人、11人，还是15人？传统来说，我们是15人。15人，那以刚人数来看的话，应该也是可以到15人，可以打到15人，那这样全上，我们就没有 UB 了。嗯，没有关系，应该可以撑到最后，应该可以撑到最后。不行啊，我们很多，我们有钢铁，你们有钢铁侠、支架侠，对啊，三高侠，他是同一个人，好要，等一下。那台哥，你现在先过去跟你的同学们汇合一下，清点一下到底来了几位，少了几位。好。哦好，我们现在隆重欢迎中武旗15连橄榄球队，掌声鼓励，热烈欢迎！文福先生，现在快！哎，好快！快！我天哪！哇靠！哇塞！好不好？兄弟，好，欢迎我们的文福先生！看到没？看到我们这英勇的啊，我们的三军弟兄们，看到没有？金巴队长这边，队长。这位就是传说中的金巴队长，昨天刚刚跑完125公里，成绩是16小时42分。42分，中间吃了多少东西？吃了相当多的补给补给品，有吃烤鸡之类的，吃烤鸡、啤酒，有喝啤酒？有喝，喝了几手？喝了几手没有，大概喝了2-3罐。看到没有，很屌啊！我们的少英泰泰哥 Tiger。最右边这位，我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人就是我们这个传说当中的钢铁人，人心髋关节今天亮相。你不要把人家的那个讲出来了。没有问题，我跟你讲，所以你等一下小朋友要撞的时候要小心哦。
你撞到他你就惨了，我告诉你是铁的了，就是要注意。阿兵，阿兵，好不好？我们兵哥特别从金门赶来，哎呦，今天也不多，带了两箱酒过来，所以主要他是来喝酒的。然后就是我们李耀旭，以前是我们最厉害的渣哥，渣哥是稍等一下九号。刚刚说你是九号，对，渣哥也是九号，对，到底谁是九号？其实我们九号有三位，有一位今天没有办法来。那我是候补的候补。比方说，渣哥觉得说，台弟今天这个队很弱，你去哦。渣哥，你当年会这样讲话吗？说，台弟你去哦，这样你会这样吗？会。通常是这样。然后王嘉瑞厉害了，很厉害的这个。我站在卵巢旁边。卵巢旁边。我叫子宫。对。稍等一下。卵巢跟子宫是战术还是说？因为我们在球场上不能够让人家知道你的暗号是什么。卵巢，子宫是这样子，他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卵巢子宫，那你的代号是什么？我很少上场。贵牛，他呢是我们的大牛头。他以前的耳朵不一样，他以前耳朵是这样，大概这么大。他天天磨冲一下，对他，大家看到都先拜一下，以为他佛祖转世。他虽然都有戴那个有没有耳机，都没有用。像我们队长金巴，他是从头到尾什么位置他都可以打，欧罗巴古他也可以打，然后前锋、后卫什么都可以打，所以他是全能，所以他去跑120公里，到现在还有这个。还有这个病症就是这样子，这位厉害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们拍拍群六号 Frank， 中期是哪位？牛头，对，上镜就是 Logo， 也是后面牛头，对对对，这一位蔡福永蔡包。那请问你们作战代号卵巢是哪一位球员？卵巢就是他，牛头，你看长得像不像卵巢？很像，哎呀，好像。都市华厉害了。当时是也是小编嘛，小编是，对对，县长小编，左边这些我们现在目前嘉义市的市议员林子楚先生，好不好？林楚先生其实是我们连上很知名的一位国父啊，他是我们的国父，也是我们实习连的连长，他是连长，他所以他每一次都是身先士卒，然后我们比方说这几位呢都是禁足常客。很少出校门的这几天，因为爱国心太强，爱国心太强，大家都不想出去。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躺在那边嘛，都不动。他一个人就跟他，然后就去挖土啊，挖粪啊。逻辑应该是他要监督你们嘛，对不对？他监督我们啊。但可能他人太好了，对啊，就说啊，你们休息吧，我来就好了。对对对对，我是禁足的交集啊，是只要有人留下来，就是我也要留下来。那他们只要负责留下来，我负责割草。哎呦，所以他只要一讲话，我们大家都不讲话，因为他圣人。他讲我们就别，不要乱讲话。对，他帮我编了一首歌。差一点啊！我们国服穿着三角裤，不要再讲了。好，我们先问一下学长，学长们，你们有信心吗？要跟这个大概17.5岁这个改号各同学，各同学有信心的举手。很酸痛呢，你很酸痛，而且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，我就是下来活动了一下，脚才慢慢舒服。帅哥，跟你报告一下，就是我们躺一个时候你直接就挂了。对，我昨天本来也想就地火化。你当下有点累。累其实还好了，就是说同学的情谊这么久没有见面哈，他会有一些肾上腺有一些，但是我知道打完球以后，我明天早上起床一定更痛。我们今天先小看一下小练，下次我们再练狠一点。谢谢金花，谢谢，那边请了，谢谢。蜀黍北北他妈每个身材都可以，阿兵身材保持还可以，我。
算不错了，我来。对，我来。你这耳机快，你的耳机很熟悉吧？很熟悉。哎，牛头在前啊！牛头，队长来了，队长来了！队长，你自己他妈注意一下，他妈的，一向都非常一个人他妈对十五个人自己注意，我把他的零头，啊，一百二十七，我们他妈的六这样，脱脱脱脱。我操！来，比下比下，我特写过了啦，照人，可不可以？来，哎呦，我操！哎呀，我操！怎么喝？过桥了，来哦，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。做完操就动不了。好，来换边。这边可以，不能这么越来越近了，没有练习到效果，要在那边在这里。已经喘了啊，已经开始喘了，怎么可能嘛？啊，怎么可能？我才开始就喘了吗？是，来继续来跑一跑，动一动。来，我们的人也来一下，跟他结合一下，顶一下。我们先摆出来了，我们先摆出来，先摆出来啊！先摆，轻轻的 squat 一下，轻轻的啊！先摆，我们先摆出来。先摆，然后因为顶着才有感觉，要顶着顶不到。等一下，我先说明一个，还有一个八号。注意听，等等。第一个是 crouch 蹲 ，crouch 蹲，掰顶，对啊，你啊，抓着这边 ，set 就是蹲进去。好，现在规律，对啊，那个好，然后地在这边呢，蹲了。好的，哎呦，哇，还没有扶着他，叫体重不够，对，好，对，这样好。再来，再试，那我们慢慢的习惯，唤醒身体的记忆。Approach， bye， 哦，真。哎，各位兄弟，各位兄弟，有啊，很喘一下，那么喘啊？剪很久，我不好意思讲。对，你讲啊，我不能讲说我是长跑，短跑比较累，这长跑也跑不赢啊，短跑也跑不赢啊。哎，你一日马拉松系列的呢？可以啦，我跟他讲的是，就各位兄弟注意安全，只要有一点不舒服就要停。抱队长，我不是说为了自己铺梗啊！继续接下一个。我跟你讲，你们那个欢乐十五年的热身，我觉得很专业，就 OK 的。要不要听一下教练到目前为止的意见？好，准教练，来，李教练，李总教练，来，欢迎。哎，他的胸部就好像仿佛我以前的四十年前，没有他的胸部，但只有你四十年前的奶一半而已啊！对，亲。刚才我们真的热身过了，那传球也练习过了。我觉得大家
还蛮上手的，还 OK 吗？已经唤醒了，有唤醒吗？有，我们可以进行下个阶段。下个阶段了，进攻上来说的话，我们要持球去撞人，那想办法要对方来防守的时候，你要有办法去抵抗。就我过去，你这样，就是比较我懂，稍微硬一点，真的套招，稍微这样一点，稍微这样一点。哎，你要跟我们的小英雄们讲一下。叫他们要小心，不要受伤了，是，好不好？我们很硬的，待会大家五分力的就可以，大家尽量用两分力就可以了。来，注意听教练讲，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倒地保护的动作，所以说你倒地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尽量是以侧边倒地比较安全。所以我今天去撞人的时候，我球拿在后面，那前面撞，然后顺势呢倒下去保护自己。那现在规则是你倒地之后球要出来，马上释放，那我们再做一个推球的动作。不要马上倒地哦，倒了两三步再倒。哎，那脚上这个，踩地，脚上这个，你不要卡下来好吗？这个会被踩到扁掉。假设现在他跑过来，那受到 tackle， 对方 tackle 倒地，就像这个就是刚刚各位做的动作。完之后你球要放掉，那对方会过来抢。哦，那这个时候你们是队友要过来指引，上来保护球。对，不要让对方抢，你要做这个叫 lock， 把 lock 做。那这个是对方，躺在地上就是对方，他就会离开，他就离开，不可以在那边继续抱着嘛，哈。对 ，OK， 来，走 ，OK， 很好。台哥，我们现在体育班进行下个动作。好，来，就你比赛的时候啊，对手跑过来的时候，是你要想办法去 tackle 他，擒抱他。对，你要把他 tackle 倒地。OK， 那我们等一下来做这个 tackle 动作。那一样，我们请同学示范一下。好，来直接开始。好像没有，冲也要的，每个都要带吗？我靠！哇，这个我看不行。来，我看一下，要看他。这个不行，这个太标准了，我们不行。来，你代表一下，出去跟人家拼一个。他来，他过，但是力量不能那么大。我今年57岁哦。那行，我们他家人都来了，训练目的是要把别人弄倒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是。我们要这样，对，你不是被弄倒的，你是弄他们的啦。来，对，要斧头，不用好。我想换个130的，对啊，换个大只的啊，这样130出列，可以可以吗？可以。但是我碰到你就要倒哦，你不进那我就去了。可以可以。是重的，不是重的，加大小，加大小，加大小。今天队开始奏乐，去哪里呀？哦。100多少？130。我来试一下130了。来，差不多130了。哎，镜头有用到就好。来啊，来啊，潘代试一个。潘代要啊，加油！潘代可以，潘代加油！潘代可以。你要打啊！你要接打哦。哦，可以有，可以有。来，来，来。来，注意一下哦。你要跟那个小同学讲，他不一定要卖我面子，他就是顶住，就是要顶住。顶住的天分。
来来来，你要不要来搞？我来来来来，好来啊！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晕了？哎，醒着吧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国家的希望。我们等一下就练习，我们去情报柱子就可以了。可以可以，报柱子就好了。太强，真的太强。握手，握手。好，帅帅帅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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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强，蛮屌的。好，热血热血，每个都回来了，精彩，好、啊、精彩。刚才那个还是有点拼全力的感觉，蛮危险，都拼全力，蛮危险。他跟你是前锋还是后卫？我不是前锋，也不是后卫，我是那个中间那个泡茶的，叫 Half。哎 ，Half 就是我跟他两个人，我们一起去泡茶。要去哪里泡？后卫就走他，对他，对他。你贵姓？我姓李。你绰号叫什么？我叫冬瓜。冬瓜？对。哎，你知道那个温妮叫小冬瓜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你知道温妮是谁吗？他哪单位？你没有看过，哎，所以冬瓜我们 half 到底应该来讲算是到底后卫还是前锋都不是，我们是中间、啊、最后一支的前锋，第一支后卫，对嘛？那我们到底算哪个单位？都要。欧罗巴古是哪一位？你们两位，我那踢球很屌啊，很强哦啊！所以你都是平常 half 通常都是传完球就没事啦、啊。没有，因为要捡下一颗球，所以就要跟着过去。就是尽量不要碰到球，因为碰到球我们就死了、啊。不会、啊，我们那么猛，我们猛吗？我们很猛，我们很猛吗？我们猛、啊，你看。好吧，那你现在告诉我们怎么锻炼。好，我们跟着一起练。好，我们现在怎么训练，教练？比赛的过程中啊，就是不管是squat 或者是 line out， 对，那球出来呢？我们的 half 就会传给后卫下去就没错，剩下就走了。对，那等一下我们就演练是说，不管是从 squat 出来的 ，OK， 那后卫我们就把球传好，好，过去闪接，闪接做动作加动作 ，OK， 做传好，闪接，了解。然后最后一个后卫做 touchdown 的动作，对 ，OK， 好。Okay。好，来，一接，别扫，别扫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好，来再一个，再一个。走。看着再丢，慢一点没关系，看着再丢。球掉没关系，记得再传就好了。我知道，看着再丢啊，看着再丢，看着对方再丢。来，来喽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来，走。这样子转上去，轻啊！只有右手，顺着右手旋转而已，右手旋转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类似顺着让它旋转。右手转。来，要不试一下几个子弹来，秀几个。我的体力已经到上限了，这么快？我们这个是有那个使用手册，不能超过三次，三次以上就会下降，要换电池，要换电池，重快换电池。来弟，明星球员来了。阿朵，好，好久好久。阿朵，你赶得过来，那么真的。兄弟还好吧？还好，我来给管住，是吗？来给。哎，图信来。阿图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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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过来了。图哥，阿图。哎，我
太屌了，我靠！怎么样？那个太久不见了，我他妈一见面就要跟你讲说麻烦你个事儿。哎，怎么样？橄榄球现在还打得动吗？现在没办法打了。应该可以啊，我操，你最屌的呼可。不是，我他妈颈椎受伤，不敢打了。你颈椎受伤是？我跟你讲，不管怎么样，捧个人场怎么样？好，好不好？技术指导可以啊。技术指导，哎，对对对，那你就技术指导，然后你要是在旁边看到有点痒，你就下来跑两圈。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打一场球，然后最主要是也是提倡橄榄球的这个运动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，兄弟？然后我们又四十年没碰面了，妈的，我们一定要好好聚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不好？怎么样，阿图真的妈的屌了，从台东赶过来，真的。他说他今天有事啊，他妈的，他真的赶过来，说要来啊，我想说没必要，没有到，很开心。哎，对，我七十五年看他在百林球场打那个大专杯。他哈姆传出去是滚一圈的，多漂亮！大专杯明星球员呢？来，我来跟你队长介绍一下。他在预校的时候是时光现打，到官校的时候是打九号。九号，七十五年大专杯明星球员，你也是。七十五年，今年他妈来，我都算不清楚。来，break 哥，再目前看到这里觉得怎么样？太热，太热血，豆腐金刚队，感觉他们那种打橄榄球兄弟的那种情谊哦，很浓厚，所以他们打起来的那种革命情感太强，很像当年军队一起作战的一个连，或是一个班，或是一个旅，他们那个彼此之间想要干倒对方那个情谊，人太深，所以我觉得他们蛮嗨的。那我们看到了阿北的热血，赞！万一真的不小心赢了怎么办？所以现在由教练来分配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训练项目。我们经过这么多训练之后啦，是看大家队形上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，还可以是？对，那待会我们十个人，是哦，十个人一组出来进攻，那看十个人一组是不是？你等我算一下。啊，有三个人休息，我想休息的两位，周刚休息吧。啊，周刚，我跟他们两个休息啊。一定要打啦！我要打是？一定要打啦！好，你们分配，对不起，我乱讲。那我们待会有竹围的小朋友十个出来防守，好，看能不能在他们手上拿到一个达阵。十个是吧？我挑十个，挑最小的。点兵啊！台挑是我十个是吧？你几公斤？就是。你出力。你多少？六十岁，最好的六十。冬瓜你几公斤？六。但是你刚动作太过确实，你等一下。你一百，你是绝对不可能出列的。你不要动，过来。来，年轻的。Five, six。不要乱动球，不要乱动球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来干嘛？来了。换了，这么快就达阵了？怎么可能嘛？这么快？小朋友是不是没上来？有，他们蛮认真在做防守。天哪，觉得信心大增，我靠！快出去！快走了！走了！喂！大包了！回来！再一个，接下来两次啊，差不多了，今天差不多了 ，OK， 今天差不多了，可以吗？再来，要再一次吗？没有，见好就收了，见好就收。其实再来一次好，我不要直接攻，
我回头再来一次，然后从这边进去。不要了吧！下次我使用手册三次嘛，我现在又两次了。我现在是到这边的，我碰到障碍，我再求圣达又从这边过去，再回来，然后从这边打针。我还要再好不好？不要我一个人都进球，这样不好意思。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。来来来，再这样子好不好？发了，来了，快点，发了，出，来了，快点，就上，快点，加油，跟着林主过去，来，没事，台地牛帅，台地没事，台地没事，台地没事，哎呀，再来，快点，黄忠真跑了三颗了。对，台弟应该你在这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组长。来，注意了，来，别走，今天。谢谢，同学们，辛苦，动一动，来，好了，这个我们算是第二次练习，对，好不好？对，各位兄弟俩，刚从这跑步的姿势看出来，对，体力大有进步，对，好不好？大家跑的这个一点都不喘，希望今天总教练规定我们一下，今天。我在话跟话中间会有一个间隔，就请教练安排一下我们今天训练的重点，麻烦您跟我们的这个队长说明一下，然后也跟大家说明一下。哦，上次练习已经复习过各位40年前的一些橄榄球技术、基本动作，你觉得还可以？就距离满分还有点距离。哦，距离满分大概还差几分？您讲一下，满分是100的话，大概差。90吧。那我们就会针对比赛的内容上去做训练，那就有进攻整体的练习，防守整体的练习。好，那最一开始当然还是先帮各位复习一下。是，那再来就是进入到一些比赛的内容，有开球、好争边球，还有 squat 这些内容上今天都会练习到。好，我们就从两个一组、三个一组开始进攻的搭配练习。先开始就进攻搭配练习。是。好，我们马上开始进攻搭配练习 ，check it out。Yes。OK。对，我们自己练习啊。这里吧。对，这边。对。好，来，我们自己练习啊。四举，妈，你不要放屁哦！四举，来，一二三，没球啊！小心，这个两个六球了，你练一点。起来的时候，你先看他们的那个动作。
成一个本腰三角形，来看到看到它这里，好，像本腰三角形这样子，我们才会成立。稳一方的支力点没弄好，它就会溜球。好了，我们全部通通下，跟他们练练练练，全下这，通通通通来，通通来来，好来，我们试试看了哈。没用到，没有起到，没有。来，一二三，哇！啊，没有起来，没有起来，没起来。再一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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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次。来推推看啊！来推你推推看啊！来，来，跳高一点。哎哎，来，哎，要抓好啊！跳高一点，平行面向前面。好，这样他怎么抓手？手拿开了，手举高。一二三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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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不想要跳了。既然这些都撑不起来，没有关系。这三个人是撑不起来，对不对？嗯，很好，那就站来这里。刚才这三个来这里。上去。我们到时候比赛就这样子哦。我们到时候比赛就这样子。假装要撑。对。你们自己有个暗号，然后三个人同时往后，来走走走走走。对对对啊，假装要撑，那对方是会跟你跳。啊！鸡巴！这个时候，第一个人。绕到这里哦，绕这边来，他在这里可以接球哦，好了，可以很好，这是第一招，可以啊，这是第一招，好，第二招就是回到以前的规则那种，第一个人绕过去，假装接球，站到这里假装接球，丢第二个人，回到你们以前那种，好，以前那种就是直接拨球，拨给哈佛传出去，传出去。金包，金包，金包，金包！来，来看他们跑一下，来来，来看一下哦，看一下。我们也看一下小老弟的。妈的，这个很顺的，原来这个速度，早就达阵了。我们还在吃火锅呢，要不要他们叫个火锅过来客一下？可以啊，我先客。丢出去啊！狐狸要飞出来，再做狐狸隐身。没有跳起来，没有跳起来啦！前面一点呐，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。空中不是抛给我，可以飞啊，顺势就飞了。你来打啊！再一次啊！来啊来啊！通通来哦！金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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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三。来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来来来，快了快了，快了快了快了！来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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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收收收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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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，把老虎把老虎！呼呼！啊！好！后面，来来来！好！哎！可以哦，有一点喘呢，没关系。那刚才的热身的部分，大家已经开始热身是？我以为是主要运动结束了，还没有是？没有，刚开始是暖机而已。暖机暖机，听一下教练，听一下教练。教练有一些课程想要跟你们分享。我们防守的队形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就照刚才的进攻。好，来了是？对，我们来突破他们，突破了。兄弟，看一百三的，来来来，委员，来来来来来，上场，上铺，来这边来，准备要上场了，上场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一个站就完，哎，站好，不要站三七步，起码讲一个站就是。一二三，走，苏联，走，来。来啊，进吧，进吧，进吧！哎，一二三，
来下来下来下来，抱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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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打掉！来，我们来，我们来，我们来！哎，他们的球啊！来来来，看我老远，在这里。哇！那边！哇！犯规了哦！来，我们这边 squat， 这边 squat。老公，老公，跳起！跳起！动，说话，跳！不许跳！不许！谁？小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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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他往后退哦！哎，不好不好，不不，这边这边，快上！上来上来！哇！没关系，对啊，可以了啦，对，出来就可以了。哎，这已经打得不错了，还扑上去，他就已经过去了。可以了，我们队形出来就好了，出来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们开球，对，他们开过去，开球开过去，越在这边，好，好，来起，来起，来起，等一下，我认真问一下各位，有没有累了？很喘，喘，真的。还要再喘一下，还要再喘，还要操一下。那可以，还再操一下。那些趴着，抬都抬不起来了。Cross， 你靠，轻靠就好。Five， 慢慢来。Safe， 好。太棒了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大家过去一点。他们，我知道，过去一点，他们会传。啊，可以了，啊，站那。拉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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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
crouch。小彪，哇！站军，站军，小彪，站。稳住，稳住，抓住对方。哎，左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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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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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哇，小孩真重啊！小边，小边，往这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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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OK 啊，身体 OK 吗 ？OK 啊，还不错哎，越打越热，强度蛮强的，很强，不错不错，宝刀未老 ，OK， 不错不错，但蛮拼命的，对，真的蛮拼命的，但是应该算 OK 吧，算蛮拼命的 ，OK OK， 画面还蛮好看的，因为我一开始还跟小朋友说要稍微保护一下自己，对，就没想到他们拼命，他们来真的。我有点吓到，吓到我也吓到。对，这个我等下觉得教练，我们上场的时候讲一下，先鼓励大家都做，然后说我们现在战术运用战，现在本来是不加的，但是因为看到大家宝刀未老，现在加几个战术进去，好不好？是啊，这样准备加几个战术进去。是，因为刚刚你八号就直接先跑，跑九号看什么地方。是啊，我完全追不到你，我他妈的。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老学真。老学真人参汁，麦卢卡蜂蜜口味，人参加蜂蜜，快速补充能量，增强体力。就是人参。谢谢老学真，让台哥有力气打下半场。来，一二三，就一二三，就喂喂。突破突破太快了，你知道望尘莫及啊，手有到了，脚听不，脚没有到，眼到口到心到脚没到，要打金巴战术，金巴战术，打金巴战术，金巴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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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有人，前面有人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球要放这边，反边了，反边了，反边。拿球，快！来球，来来来！
后卫，后卫，跑你的，跑你的，哎，准备，准备，准备，对，慢着，慢着，自己跑，自己跑，自己跑。一线哦，一线，来来来来，举手礼啊，举手礼啊，举手礼哦，举手礼，好，开始，开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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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不好？厉害厉害，冬瓜，不错，厉害厉害，来，来来来，来啊来啊，来，这个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好好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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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只能说大家其实跑掉还是没老，只是秀秀秀，两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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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凯旋门进来进来进来，我们还有凯旋门，好嘞，谢谢，来谢谢谢谢，谢谢各位。来哎，对，队长讲一下，队长先讲，台弟再讲啊，真他妈累呀！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你累啊！我觉得兄弟我累，我们除了体力真的输人家以外，战绩我跟你讲也是输人家，但是我们的精神没有输人家，好不好？啊，超过，好不好？要喊一下一二三了啊！好，来下来。一二三，加速连，加，哎哎。教练，那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所以说很累啊，很累啊，来看这个啊，非常美，海哥，我让你代表那个所有的学长讲一下这个感想好了。哎，我真的很感动，这个不仅是40年的情谊啦，但是就透过这个橄榄球哈，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当军人的嘛，都是当兵的，然后打橄榄球让我们的情感更浓厚，你知道，尤其是我们这几十年都是一直有联系的，其中有几个是联系中的联系，我现在都跟他一起去看中医。对，渣哥你讲的差不多，渣哥你这次，对对对，因为你这次比较没有上场，都在旁边指导比较多。我在40年前啊，刚开始成年就很严肃嘛，不用不用很严肃，不用不用不用严肃，你不用哈不用哈，也不用，我想今天都不用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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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客套，不用不用，没有啦，这看了的话想到40年前，40年前我们就是这样，
我想说那时候我把几个十三连的哪个连的那个手给摔断了好几个，后来我们都全身而退，而且大家都很壮。然后这一次又看到这一次大家在打讲真话了，我第一件事我跟那个台弟讲，那个救护车先准备好，你知道吧？我看到大家都拼成这个样子，他疯了，疯了，已经疯了。哎，那因为我的膝盖不行，所以我就没有上了。是，我说上的话，我现在还在医院。再过二十年，搞不好后面又少了几个。那不，不要这样。可不可以回忆一下，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会成立这个球队的比赛啊？不是，我记得其实就是你，因为你是打感，你本身你也是感恩球队，你跑来我们班上，你说有这个事情，阿扎叫我说跟连长报告，我们就可以不用跟连上了，我们自己就随时可以来训练。那学校还蛮好的，你们还可以学生自治自己。我们连上比较特殊了，我们一定要介绍连长，我们连长带我们很传奇的。讲到那个台哥，你今天是不是有准备一个特别来宾？好像有啊。我以为没有这个特别来宾，结果真的有。是不是啊？真的假的？我们欢迎连长黄达斌。哎呦！兄弟大家好！哇！台地人故意都有这一手，真的没想到，连长真的没想到。我们要问一下连长，当初这个橄榄球队到底是怎么成立的？对，原因是什么？我们刚才众说纷纭，讨论不出来。我们为什么会成立？那成立橄榄球队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你应该记得清楚。我刚到十五年接连长的时候，我的桌上摆了一份名册。我们十五年有27个留校察看，就十五年，然后有特别优秀的27名学生。哦，也很优秀。我们现在十五年算是特别出名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应该全校最出名的，34年里面最出名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橄榄球队最重要的是打橄榄球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，可以建立队友跟队友之间的情感，是那种架构一辈子打不散。另外，橄榄球训练什么？训练一个人的斗志。他们打橄榄球要完全不一样。这是当初橄榄球队成立到现在，我们现在看到成果，多少年？40年，41年，我相信。第二个40年过去还是会这样。第二个40年，第二个40年，那就不一定能撑得到了。要撑一下了。当年跟连长感情就这么好？很好，很好，真的，非常好。非常好，因为每天都要见面。还有一个就是连长会问说，你还念不念？来来，我说了。27个名，我去到那个连上街，连长桌上摆了一份名册，我一打开，27个留校查看，我把这27个个别的都找了，我只有一个，你一定要毕业，你们记不记得我说过这个话？记得，就一定要毕业。其实我的目标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安全毕业，孩子捣蛋合理的，哪个？我跟你讲，孩子如果不捣蛋啊，你那孩子将来没什么出息。所以坐在这边呢，都是我的得意门生。啊，对，有你们我骄傲啊！对了，今天等于是各位十五年的一个超级同学会，连连长都到。是，那个台哥，其实台弟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非常感动，说你看这些孩子还找我，我一定要去。喝，刚好就是看到四月十六号，忍不住了，忍不住了，赶快喝了呢。还先说赶快喝了，台哥这样好不好？我相信你们今天这个超级同学会，大家一定很想要好好的叙叙旧，喝两杯。对，那你带着连长，带着各位兄弟，我们做一个 ending， 然后我们就开喝了，因为扎哥也等不住了。扎哥快点喝吧，扎哥现在已经受不了，手开在抖。业余橄榄球10年成功，好。一二三，中！一二三，中！喂！
破手机 DIY 造型，四比三的画面配合四零P是最高清的回忆。 Craig Light 的软体冲冠六边的叉 P， 自导自演自拍再烂也没关系，最重要能让你爆笑和惊喜。想要让你听见，让你看见最真最好的自己，就想要让你听见，让你看见属于我们的共鸣。你是我的青春，我也是你生活的投影，虽然没见过你，却走进我的生命。三色零一翻墙模仿